对于阿杰来说，这是他命中一劫。他打开这个门，就会发现有一杆黑洞洞的枪口朝着他。不过你说这个，有没有可能他就不搜这个房间？我不信。对于阿杰这样一位贪婪的选手，必须要把每一个房间所有的物资全部都尽收包底。阿杰背身漏给九八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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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八
TT 来讲，他们知不知道这里是四人编制的 TT？看到烟了，应该是有所察觉。两个人顶到近点，直接莽过去了。阿杰反打一人，自己状态不好，但是他还在持续的输出。但最终，在队友亮的加持之下，是将 STE 剿灭在了这个厕所阵里。看看这是否是他们离开自己防区的机会。Zuki扑烟，继续往前顶。 阿杰锋侧面看到 YZZ， 这是 Zuki 绕后的机会，第一人称直接往近点当中，两个人协同一波，阿杰放倒两人，看了半天，加油助威了半天，终于让两支橙色的战队干了起来。这个防区他们是垂涎欲滴，垂涎已久啊！一瞬之间，铜家堡被团灭住了，在这一波平旷的圈形里面，四面八方互相遭殃。猫猫再一次补掉爱笑，拿下宝贵的一分。阿杰这个时候继续向前推进，他目前是本场的淘汰王啊！一颗雷直接带走了铜家堡，双黄弹也收获了10个淘汰，单人更是制造了7杀，不愧为高光制造机啊！等一下，一瞬之间场上6个人1打1打1 ，LGD 这里是有机会能扶人的。LGD能扶起来3人编制的话，那我就顶剩下的全部。阿杰这个时候首先暴露自己位置，跟顾军有一个单掰，往烟边走。 伏地躲过去，但是顾军知道你是个残血，直接往前硬顶。顾军有单向烟，最后是阿杰的钩子，他的伏地，他的枪械。